导演来先自我介绍，啊，分享一寡伊的想法，啊，然后咱才有 Q&A。啊，导演的台语准话就袂认得，但是就是我甲讲，咱今日这空间就是尽量就是，不管刚刚是硬吐硬吐，啊，一定吐会出来。然后啊，有袂晓的咱才想办法来缓解吧。是恁讲话伤细声，还是我机器有问题？可能较我。哦，可能可能我需要就是看到两安尼。那款那样，我在传你来看台子，所以 ，OK。好，大家好，还是嘞，就是可能需要先自我介绍。我是老永尊，我大概是德合，啊后来搁读传播，这个纪录片呢，会使讲是敢若我的毕业作品，我的老师讲呢，就是拍纪录片上重要的就是。这个concern 就是安怎你足要紧这个问题啊，会使推动你去开遐尼侪时间啊，去拍访谈啊，去读文章，甲人讨论，将一出影片啊。过来就是想办法给人看，啊是为虾米我这么烦恼嘞？就是因为我就是母语的嘴子，或者或者环境挂掉的一代。以前嘞，就是差不多高中以前，我嘛是无感觉。台语有啥物重要诶？啊，虽然当时诶，我已经开始关心一寡议题，但是语言即款诶不公平是上严重，所以变成上普遍。上普遍以后就是拢伫咱个身边嘛，但是拢伫咱个身边，竟然较歹去发现。啊，大学以后就是我读到活水来测房，就是活水来测房个文章。啊，伊讲个台语，五十年内底。高三以来的消息，我一时阵就感觉，就惊到以前，因为后来有一天咧，我去看一个公司的中道新闻，啊，嘛是我就是完全拢听无，啊。我就慢慢去觉察，就是我妈妈嘛是讲台语啊，啊我嘛是自细汉就有在听大人在讲，但是无道理啊，哪会我两家呢？这时间呢差不多是大学第三年。一阵几年，我就渐渐的看，
啊，常常咧想，啊，啥物拢无做，时间愈久咧，期末就愈歹，感觉家己无闲啊，无法度啊，啊，册拢读袂了啊，我当然知影讲，我应该，比如讲参加组织，但是迄款诶，但是愈想着愈忝。大学第四年，开始，第四年头啦，我开始做这个学校内底建设，就是咱诶校，咱诶校园媒体，就是做新闻啦。啊，阮去好位啊，去布地采访。采访了后，我常常有一个心意，就是我是毋是应该学台语？一方面就是我看到我生活的土地顶端的有一群人是完全就是讲台语的，啊，因袂晓，或无爱讲华语，啊，我做新闻啊，就是我转头对面甲因开讲，我是真正是想要了解因，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根本就是因。就是，这边有一个真重要的改换，就是大学第三年的时阵是原来我袂晓，啊，大学第四年的时候，我想要，这个变化。正是这纪录片的起源，就是 The difference is， 我原本是认为的，我原本是认为台湾啊真水，台湾真水，这语言的文化咧，互这个政府安尼糟蹋，啊了后是我真水。我的语言文化或者进步安尼糟蹋，就是我的妈妈、我的阿妈讲的是讲的语言呢，就是我的语言。但是这听起来敢那是废话嘛？但是不过我开一年够了解，对，就是。因为语言是我的语言，大学上尾一年就是我才开始跟人讨论啊，然后就是迄时阵已经有拍片的想法。就是会使拍阮即款个少年人学台语，是啥物？真型，啊，应该是袂歹。啊，毋过伊时阵无确定是毋是拍我家己。啊，甲人讨论就是想要去感受。我的朋友拢是安怎想的，啊，了解因安怎想着，会使去完整我家己的论点。啊，大下尾咧，我甲内强兄弟嘛有来，内强就是合作拢袂歹，啊，嘛有即个机会
顶悬的顶悬的共识，啊，当然是有完结以后，才有一个共识。拄好咧有时间去收这个纪录片的课，纪录片的课，啊，就拍落去啊。就是阮唔敢讲这一片是完毕的，但是我是会使接受啊，就是阮真正是有尽力。伊是一个拍这个片呢，有袂少自私的身份，就是拄仔有讲，就是毕业作品嘛。啊，过来就是因为烦恼，因为感觉家己互人欺负，啊，你去贡献家己的，就是我家己一个交代，就是我有做代志。是歹势，我有做代志。想要去安慰家己的良心，啊，其实是有这种为着家己爽快的。但是不过咧，愈做啊，愈知影讲，拍片其实嘛会使是一个起点。啊，这个是一个大汉的过程，是啥物大汉？就是慢慢伫这参悟进地的过程中，变成一个袂歹、较好的公民，是台湾的公民。啊，亲像我即马即阵啊，伫遮提起勇气，一个字的，安那讲来伊，唔忘咧，我会当，一步一步继续为台湾行，感谢大家。其实我嘛无想着要学罗马尼，我是感觉讲，就是人就是有法度轻松，咱就尽量会想要以轻松的方式，就是袂安尼逼咱家己去。所以你是一开始，什么时阵才开始？你讲你三年、四年的时阵才开始学罗马尼？哦，我拍的时阵。拍的时阵。够够。所以已经毕业的时阵。差不多几月？三月是今年。因为我感觉学罗马尼嘛是爱做大个感悟，像我就是我迄阵是安怎会去学，就是讲我是因为我要推广即个大家来讲台语，但是我阵啊从一个迄个专业，专业顶头我要放一张相片，是囡仔爬树仔个相片，我边仔要囥字嘛，我连爬树仔三字，我就毋知要安怎写。爬到底要用倒一个爬是汉字，若要用汉字，爱用倒倒一字，啊，若毋是汉字，到底是啥物字？我迄阵嘛是哪写目屎就哪流，因为想讲是安怎我的家己的物件，就是啥是一个奇异物就对啊。就是我会晓讲，但是我就是看无字安尼。迄阵才知哈，原来是做毋捌家己的字是较痛苦啊。迄阵才下决心讲好，安尼咱来学啊。英文咱嘛学会起来，日文咱学会起来，无可能咱家己的字咱学袂起来嘛。迄阵才学。但是就算讲我感觉我下决心来学，但是老实讲，但是。全路的安尼，要叫我读，我读袂出来，因为我嘛是就是足
足关系限制，所以我就是爱嘿，无可能无你遐顺，所以其实你的台语无你想的较无好，因为你有法度安尼读出来，系啊，所以对啊。其实我写这嘛是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字典啊，就是教育部的字典，对，观察对吧？查了然后写，然后再去念，对，啊。就是对啊，所以就是今日有啥物问题想要问，也是纪录片应该嘛是拢有看过啊嘛，就是今日进前。好，我讲到一个啊，就是讲大家甲，譬如讲咱，阮拄到一个，我就哪想啥，我就哪讲。啊，你若有想到问题，就是嘛，就是咱今日人嘛无做，就是开讲安尼。对，其实真侪问题是安尼，就是头拄啊，幼稚讲到一个，我嘛定定拄着，就是咱拢会感觉是别人的代志。譬如讲，咱啊，阮真侪真侪嘛是熟悉真侪爸爸妈妈，也是讲路会拄着的路的人吼啊，伊就看阮囝两个人就是讲代志，啊，伊就感觉啊。足欢喜啊！听到两个咧讲，但是因就问讲，啊恁啊应该伊嘛有带囡仔，啊伊就问我讲，也是问阮囝讲，啊恁来较贤讲台语安尼，啊有时阵我因嘛毋知影回答啦，我就讲，因为阮兜就是干阿讲台语，啊伊就是干阿嘛干阿足新鲜的啊，嘛是感觉足好诶，但是伊就是外头，伊就甲因囝讲。啊！你怎么都不说台语？啊，我就是真奇怪，因为伊都无甲因囝讲，因囝哪有可能会晓？啊，但是咱嘛无法度去检讨这款爸爸妈妈，因为伊嘛是因为伊可能无人甲提醒，嘛有可能是唔知啥物原因，因为环咱就是无环境，咱就是因为人就是台语就是这个，因为咱已经拢是。台语去互歧视，啊去互安尼打压，已经足侪年的时间。啊，到即马其实阁是安尼，啊有可能是咱家己无意识到。其实咱家己是若咧讲台语的时阵，咱是毋是其实对我来讲啊，我嘛是爱足需要勇气的，因为。因为就亲像头拄仔，你问迄个，你的名名讲，爱听，讲的同款，就是，其实你甚至感觉在台胞，你爱讲台语，你是爱足勇气的一个代志，因为你唔知道你开嘴人会安怎甲你看，有啊，就是拄到真多。其实我一开始是甲两个囡仔讲，啊，因两个就是，但是我拄到别人，我同款，就是讲北京话就对啊。啊，我甲因两个讲，但是后来我开始，我就变作我尽量要求家己24点钟我阿讲，我看到，要去买票，要去创啥，也是讲我伫公车要甲人照过，嘛是讲代志。但是其实我心内迄阵有咧想，我想讲，人会感觉讲，我是安怎要较超工无？有足侪爸爸妈妈，甚至阮熟悉的迄个台语的爸爸妈妈，就是足故意咧做一个代志，就是毋是足主的，毋是足主的人咧做一个代志，你爱做专工，爱做。就跳工，才有法度做。无，尽量无。吓，啊，就是阮有迄个嘛，是讲甲囡仔讲台语，啊，就个爸爸妈妈，啊，有拄着别个人嘛，问伊讲，啊，你啥物要跳工，甲你个囡仔讲台语？啊，其实这代志，听起来有一点啊，叫问个人伊会足感觉足奇怪，就讲我因为伊其实本来母语伊就是台语，因在厝都拢讲台语，伊对因囝讲台语，伊感觉是自然，但是啥物人会感觉是超工？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是其实我甲阮囝讲台语，我是超工的啊，因为我家己的故事，我讲一遍，可能足侪人已经听过，就是讲
我其实是，阮家是五岁之前，我住在小龙龙台地，所以我是袂晓北京话。啊，但是因为阮家台北人，所以我，阮爸放假，阮妈捌到，所以阮一去学校就开始拢无机会讲。但是我家己毋知影，讲我无咧讲。我想讲，阮转来厝嘛是拢讲啊。后来是三十几岁时阵生阮两个后生，啊，因为阮先生是日本人，啊，阮大家伊最会晓，就是伊语言最厉害，所以伊就是英语甲迄个中国话伊拢咧学。啊，阮后来诶，迄个写批拢写中文安尼。啊，伊是写中文，我迄阵其实是阮囝一岁，出世我未想到，阮囝一岁诶时阵。我足烦恼，阮囝袂晓讲日文，因为我想讲，我要住喺台湾生活。啊，伊若是袂晓讲，因迄边日本阿公阿嬷的话要安怎？我感觉安尼，足伊阿公阿嬷足虚伪的嘛。我问我的日本的大家，我讲，你会使介绍我什么好的书，还是什么好的影片，互我的囡仔学日文？啊！叫阮大家迄阵干呐回我一句话，伊讲恁台湾人住喺台湾，恁也无想讲要互囡仔学台湾话，你伫惊伊袂晓日本话要创啥？但是我迄阵听到即句话的时阵，我阁无觉醒，我迄阵是感觉足好笑。我想讲，我是要安怎教伊？因为我家己拢足少咧讲嘛，我是要安怎教？啊，第二项我想讲，我敢要较加白，我是安怎要超工甲别人无共款？所以讲超工就是讲真正，我住喺台北，我甲囡仔讲台语，我变做我真正是做超工，因为人一看，你一出来，人会知影讲，你哪会，你是安怎？因为你就是甲别人无共款，不管你的原因是啥。所以我知影讲，就是即马的环境，你讲。因为你无去意识到，啥物变做讲台语是较无自然的代志，就是即摆的环境。啊，即摆，国边讲，阮即摆的情形，就是讲即摆状况是已经，头拄仔拢讲五十年嘛，五十年的消息。其实我家己啦，我家己想，我毋知影，因为我嘛毋是咧做研究啥物，但我感觉即五年、即十年啦，就会使决定。啥物意思？就是讲，因为咱即摆，阮即摆。台北的囡仔就是甲阮即款幼囡仔读国小的，看到阮囝甲我讲台语，伊已经认袂出来，迄叫做台语。伊来问伊的爸爸妈妈讲：“啊，他们说什么话？他们是哪一国人啊？”安尼，啊，咱拢想讲啊，南部的较好，中部南部较好，有较好，好咧倒，好咧讲囡仔听到台语，因知影迄叫做台语，安尼尔。但是伊嘛完全无咧讲嘛，高雄、台南，阮知的是台南的囡仔、高雄的囡仔，讲台语的囡仔已经无啊。啊，伊知影是台语，但是伊可能淡薄仔听有听无，毋知嘛，但是嘛无咧讲嘛，吓啊！啊，就是即马就是一个国小三年，问讲会晓台语，会晓听尔。会晓听安举手，一个班三十个人，三个举手，会晓听安尼。对啊，所以就是，以我感觉就是差不多这五年、十年在讲，到底这语言够有法度够存在无？啊，就是，嘿，就是差不多，因为大家可能嘛是因为感觉身边都听到真侪人搁咧讲，所以无迄个感觉。啊，但是其实你去看少年的讲有偌侪，啊个囡仔，看囡仔就上准，对吧？啊，而且足侪大人因的，譬如讲咱会讲，大家讲哎，讲母语，讲家己的语言啊，足好诶。伊就外头去看原住民，去看客语的人，因就无感觉台语是母语，对啊，差不多。对我即马拄着情形，差不多是安尼，所以。阮真正就是，就算妈妈嘛是真正足拍拼，但是阮会使做的就是干呐，一个人、两个人，上最阮影响一百个家庭，但是
一个囡仔无可能靠一百个家庭就会使活落去，就是一定爱有各种的，譬如讲台语的电视台啊，就是你三之前嘛，对，就是嘛咧讲，就是、一定爱有台语的电视台，你一定爱有台语的幼稚园，咱即马连台语的幼稚园一个拢无，系啊，啊，就是一定爱你，我嘛拄着真侪囡仔，伊是倒厝会讲，无会进前讲。啊，讲了后就是幼稚园，对，啊，你讲。来听你问幼稚园是啥？幼稚园就是囡仔读的，嘿，囡仔读的，吓，尽量问对啊，免客气。无一定别人嘛听无，因为有时阵敢是用的字嘛无啥共款。对，阮北部会讲幼稚园呐，就是用日本讲的幼稚园，因为迄阵日本人来才有的嘛。啊，就是安尼，对，就是所以即马会进行差不多，就是足需要，就是囡仔幼稚园了有闲幼稚园，互因，因为足侪囡仔是，倒厝会讲哦，去学校伊就无爱讲啊，伊无爱甲爸母讲，阮拄着足侪即款囡仔，所以是安怎我讲足需要囡仔的空间，是安尼，就是你。爱予伊一个空间，专门就是予伊感觉，遮就是台语，就是还袂死，恁就是遮就是予恁讲台语的所在，系啊，这就是阮怎来做啊。即马台北慢慢啊，搁逐礼拜四，阮就是有咧印山啊、野餐嘛是安尼，就是办野诶，予囡仔就是予伊去耍。啊，即马情形就是已经北京话足强势啊，强势到讲囡仔诶每，就是阮。就算讲九个囡仔讲台语，十个囡仔内底，九个囡仔讲台语，一个囡仔讲北京话，搁勉强会使慢慢啊，伊会愿意想要讲台学换台语。但是你若是八个台语囡仔，两个北京语囡仔，就规关拢搁去用拖过啊，因为已经无是以台语为母语的囡仔，对 first language 无做 first language 的囡仔，伊就是。反正伊两种拢遐嘛，啊，就是较有效率的、较方便的，伊就讲惯是，伊就甚至讲伊住喺厝的，甲爸爸妈妈讲，伊嘛讲了真好哦。但是伊拄着别个囡仔，两个拢讲台语的囡仔，因互相一句台语拢讲袂出來，就是即款情形，够足侪。甚至咱免讲囡仔，大人嘛是啊，就是我知影你讲台语，你嘛知道我讲台语，但咱两个见面，咱无一定会讲台语，咱变做爱挑工。挑工提醒咱家己，咱才会讲，这嘛足侪，系啊，差不多，阮拄着是安尼。有啥物问题？你要退去干嘛问？你嘛爱用台语讲哦。怀念我是最近才来学台语，来试看卖。以古人进切来讲，我是自古的进切来讲，你对目前的政治的环境有啥物款无法都加剧的所在？这是我感觉，这是我纪录片的缺点，就是缺点，就是无讲到这个制度上的制度上的问题。伊时阵其实阮有就是讨论，到底我们这个纪录片的走向。讲哪些东西，不讲哪些东西。后来是因为只有十五分钟嘛，阮老想要互因好看一下，较好看，所以就较好看，就是比较商业口音，所以就把这个，
你讲较好看，意思是讲无想要互遐硬，是无？就是因为讲着政治，你惊人会反感，还是讲惊人会较无较较有感受着？哎，所以都有在技术上的限制啊，就是因为更多人，有较侪人出现。出现在电影前面，那就越南去处理那个，越南去处理那个故事。就是伊个伊个主题对上侪。对，所以我家己对这制度当然是有想法啊，望伊你即款补充。制度，伊拄仔讲台语的电视，制度的，台语的电视台，我真有感觉，因为我本身就是学传播嘛，啊，就是双主修啦，要我现在去提供一个方案，当然是不太可能，但是我想要，讲的是你。打开电视，啊 ，from 第一台到最后一台，然后你去计算，内底分钟，多少分钟是讲话，多少分钟是讲电话，就是你计算，就是你就会使足清楚的发现伊，这个语言弱势的是啥物情况，而且。是对啊，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讲，阮囝最少看电视，啊，有一届阮斗阵出去耍，啊，去迄个旅社，啊，就甲电视拍好开，因为就看，就是会使看欢喜嘛，啊，就开始开，啊，开去差不多无五分钟，有一百台啊，可以安尼在换，在试。饲无一百台，饲完伊甲我讲，伊讲妈妈，奈拢无人讲咱的话，嘿，就是安尼。所以你讲的，就是对头一代甲上尾几百代，就是无一代是讲台语的。啊，就算讲有迄款台语是，就是嘛，毋是囡仔会使看的台语，对啊。啊，可能就是。教育吧，就是我想，我感觉教育就是，小学、小学应该有在选修或是必修、选必修的课程，就是一定爱算些，台湾的语言去学。我个人的理想是，每个人都会两到三种语言，台湾的每一个囡仔都会使，都会讲。两种，就是准备去甲每一个人沟通嘛，所以有一种可能是全部都讲华语，另外一种可能是大家都会讲三种语言，然后见到面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哪个语言，这是我比较温和的立场。你或者是也是讲两种，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不过咱互相拢听有安尼的，就是。或者说他们真的没办法沟通的时候，可以用第三种，他们一起比较不会用。但是，总之就是不会说要求只有华语这样子。所以是教育上，我希望有全必修这种，从小到高中，甚至至少到高中吧，我猜。还是讲来分享，分享讲，就是恁看完的感觉，还是讲恁即马感，恁生活上，恁家己感觉有咧用台语，还是讲你感觉你会使，就是以一个人来，你做啥物，还是你阁会使做啥物？我想讲。大家好，小先生，名号做叫熊，
我嘛是足紧张，嘛是足第一步足认真的。但是，我也真感谢导演拍这片，虽然短短，但是当然嘛是把我的形象拢拍出来。我嘛要懊恼啊，这片是拍了真赞。我嘛是中正大学这下个，我看迄个路啊，就是我以前住伫遐生活，甚至讲我退学了后，阁有转去家己讲去做工课，嘿啊！但是，我较含慢讲话啦，所以我今日找阮某来，是因为讲，对，找阮某来，是因为讲我对这个议题是足关心的。但是我较袂晓甲伊去沟通这个代志，可能我家己认较浅啊，但是我无法度去表达讲我的想法。但是啊，阮某嘛是讲伊台语是消耗迄款，但是最近我发现一天内底，若是我拢无甲伊讲台语，伊可能一句拢袂晓去讲。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问题。啊，这连三冬来，我为着要学台语啊，是四界走啊，去上课啊，是做了，做费足侪费来，我感觉台语实在足歹学，真正若是无为你细汉时阵就开始讲、开始听、开始学，实在伊足青、足青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语言，也很青，甚至说，你看阮某很会晓讲，很会晓听，但是，现在，譬如说我家讲变调的事情，还是什么较青的，那个，台语的，那个知识，那个，但是他就不会晓啊。刚才我的意思，我是说，他会晓讲，会晓读，会晓讲啊，会晓听，但是无甲伊当做一个较重视、较重要诶物件去读，甲阮以前去学华语，迄是无共诶代志。阮就会甲伊感觉讲，迄是较重要诶物件，较有深度啊，还是甲迄个古早以前诶迄个历史甲加落来。但是拢袂记啊，讲台语是同款诶，每一个语言拢有伊个，拢是同款，拢是平等诶。我是啊，感觉安尼，所以讲，我嘛足感谢上啊办这個活动啊，常常有这個活动啊，会使讲我就带阮某来到这個环境来听来看这個、大家即卖咧想啥，因为可能嘛无迄意思，讲我到底是为虾米一直爱讲台语？其实我心内早就有迄个决定，就是我若是袂晓完全讲台语，我嘛无要生囝。你知影迄个意思？你慢慢嘞。我意思就是讲，我若袂晓讲，我后一代嘛是啊，甲我安尼同款啊，就是袂晓讲台语啊。后来若是要学，迄是足歹学的，对啊。我较含难讲，我先讲到这。真正是有同款的问题，就是伊嘛是小强啊，但是阮私底下嘛是拢无讲。啊，我感觉有一个我发现一个症结点，就是重点，就是学语言是足忝的，尤其是这种特别有多音，尤其是一款足侪音调的声调的语言，所以平常生活较无闲的时阵，较忝的时阵，你就无想要去食一个饭嘛，开足侪力气。我同意说，就是应该教，所以我有教伊讲，就是一定来
跟平常讲，以后假如我们，但是卡叔讲，卡叔讲，阮有要生囝。我提供大家一个看法啦吼，就是讲，其实你讲无唔对，即就是咱其实语言是一个足需要困难的，伊是一个足伤脑筋啦，就是伊足开困难的，所以是安怎咱你若是囡仔，你看囡仔上阵就是啥物，因专，大家拢去用牵去讲北京话较紧，就是因为上简单、上方便嘛。啊，但是所以即嘛是啥物，即嘛学台语会变较困难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咱即下要去学日语、学英文，咱就想讲啊，咱来美国，咱来日本，就是有环境嘛。我有日本的环境。大家就跟我讲日文，我不管安怎，我就搁较安怎忝。我无讲迄个日文，我就无饭通食。我无讲日文，我就唔知影变数哩倒。但是咱即摆纠正来台湾，你敢有即款环境？完全无。甚至你去倒一位，你想要学台语，我去台南，我摕迄个住址，啊，语台语真嘛是足侪字袂晓读，我咧读袂出，司机马上就讲。啊，免讲台语，免讲台语，安尼，就敢若讲，我知影伊可能是感觉伊足体贴的，也是讲伊感觉啊，你免讲，但是我就是想要学啊，啊，就是讲我敲电话敲互迄个，不管敲什么电话，啊，伊对方就听讲我毋是台语较认得的人，伊就讲啊，忙紧，你免讲台语，啊，我就讲我就是足想要学，麻烦你给我机会讲，你给我豆豆我讲好无？变做安尼讲，拜托。啊，人听到有个人，伊就是伊听会落；啊，有个人伊就是感觉伊嘛要方便嘛，因为伊无爱，伊想落伊要开伊个时间去听你个台语。但是我尽量我就是会甲拜托啊，所以想落台语即马较危险，就是安尼啊。甚至有啊，我甲阮囝，阮去迄个淡水，去坐迄个游览的，因叫做迄个淡水的迄个游览的，迄个叫什么？巴士。嘿，迄款睡台巴士啊。啊，讲要介绍淡水在地的文化，讲遐要申请世界遗产啊，是啥物？世界文化遗产。啊，毋过台湾毋是国家无资格申请，结束。对啊，头一项是台湾毋是国家啦，所以根本无迄个资格申请。啊，迄款人淡水，迄款人应该嘛是。想要维护淡水在地的文化，啊，所以讲哦，因迄巴士嘛是免钱的，吼，你去带你去游览，甲你介绍讲遮有啥物物件，啥物物件。啊，因为我去，我就其实我已经坐过两摆啊。啊，头一摆我迄阵囡仔佫细，我嘛还袂意识着。啊，第二摆我就是甲拜托我讲，阮囡仔敢若听台语，你敢会使加减讲一寡台语？啊，迄个人就甲我讲啊，即个导览的人，伊袂晓台语，会晓英语啦，袂晓台语安尼。伊就是学台语，就是学袂晓安尼。啊，会晓英语，哎，中文甲北京话甲英语拢会晓。啊，叫我一去，伊就问我讲，迄个导览的人，伊就问开车的人讲，听说有人要听台语啊？我台语不好。啊，后边就是一个迄、那个。台语的，讲台语的阿嬷差不多六七十岁，迄、那个台语阿嬷伊马上举手，伊讲，唔免讲台语啦，拢听有，安尼，就是安尼。啊，我因为我举手，我讲阮囝干那听台语，嘿，啊，就是你加减，就是加减一句两句会使袂安尼。啊，因为我是感觉讲。咱嘛是，我想要除了阮囝讲台语以外，淡水这个所在嘛是以台语安尼发展，伊的地名足侪物件嘛是台语的名，我想要用台语熟悉这个所在会使袂安尼，啊加减，啊有来伊有加减讲啊，但是后来我是就感觉就加在阮囝听无伊的话，因为都是一挂足恐怖中华民国的迄款。迄款思想啊，所以吓啊，嘛是，所以我后来嘛是感觉讲啊，阮囝听无国语话真好，就是免学伊讲中华民国的物件，所以对啊，嘛是足加载，吓啊，所以就是讲，对啊，就是讲了语言，咱拢会知讲，其实对大家来讲，语言真正是应该足伤脑筋足迄落啊。
但是咱，阮听另外一个妈妈嘛是安尼讲的，讲其实你一个语言，你要练到什么程度，叫做你真正你迄个语言是你会晓用啊，就是讲，你伫喊面的时阵，你会讲迄个语言的，会讲迄个喊面的话，讲用迄个语言讲的，会，就是阮迄个妈妈是伫法国学法语的时阵，啊有一阵有一天。睏起啊，精神迄落下面精神起来时阵啊，发现家己头先是讲法文安尼，啊就讲讲啊，我表示讲我法文已经学到一个程度啊。啊，也是讲咱去学，就是黑小鼠的时阵，你会话讲 ，this fire 也是讲黑小鼠哦，也是你会讲啥物，就是迄就是你的语言。但是咱问题就是讲，咱即摆真正无迄个环境，咱真正就超工，甚至。是，尤其是50岁、60岁，迄个是大人，咱真正最想要听伊讲台语，但是因的台语甚至已经隐蔽咱较少，是因为伊无发现讲伊无咧讲台语啊。伊会问阮囝讲，来去阿公阿妈家好吗？安尼，啊，阮囝就讲，你毋是讲我的话，我听无，就是变作安尼，伊已经毋知影伊家己毋是咧讲台语，对啊，我毋知要安怎。甲即个人讲，就是因就是即个人，伊就一直伫讲，茫紧啊，就是大家拢听着好啊，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安尼。安尼，大家开讲看卖啦。有啊，其实时间是差不多，是时间差不多，啊，若有要。对啊，留落来开讲的，对。是，有想要。你要讲看卖家己迄个对台语。你上少年的，上少年来讲。大家好，我是基玲，嘿，啊，我自细汉我自细汉伫阿嬷因家大汉，啊，我是台南人，对，啊，毋过就是拄则讲的，去幼稚园了后，就开始因为同学无人会晓讲，就是毋是无人会晓讲，是着老师咧讲。啊，开始教波波摩啊，嘛拢就是，就照老师讲的讲，啊，是到后来啊，对爸爸妈妈转来台中，因为我拢有去教会，啊，我是丢了教会，啊，伫教会大家拢讲台语，啊，才开始有一寡就是朋友啊，大家讲台语安尼，啊，我即马，嘿。啊，最近就是有咧练习看罗马字，因为伫教会有淡薄物件是罗马字，嘿，啊，着看有一寡，毋过，若全部拢是，嘛是会拍夹。大家好啊。我大是姐啊，我细人啊，叫文龙啊。阮家较早拢是伫宜兰遐个啊。我自细也是阮阿祖带大个啊。台语个时阵，台语讲台语个话是，阮伫厝个大部分时间拢是讲台语较济。啊，自我阿祖甲阮阿妈，佮我即摆佮阮母啊，阮讲平常时个代志，佮从来个拢是用台语个较济啊。啊，拄仔听大家讲遐侪，我想想讲，为虾米讲台语会互人烦恼的，应该是袂吧？因为这只是教人讲家己代志的方式。啊，我有三个姐姐，啊，伊即马拢总囡仔加起来有生，加差不多七个。啊，因上大即马差不多过学三年啊。不过，阮拢伫厝的，故意台语拢会晓讲，因为。迄就是阮家己沟通诶物件。啊，我即马是伫台北交流嘛，啊，交流，应该讲伫外口啦，交流，因为拢讲国语，足习惯啦。因为足侪人嘛袂晓讲台语，迄是正常诶代志。因为较早阮国学时阵嘛，规个班头学在差不多三十个、四十个会晓讲，啊，高中可能剩一半，啊，高中剩十个，啊，去大学时阵，会晓听的差不多三个，啊，会讲的其实拢无，所以
就是因为安尼一层层爬大台时阵，啊，伫外口就讲，你若讲台语，我听无。即句话就经常一个伫听，就听别人甲你讲。啊，听久了，你会甲伊讲啊，拢袂晓，大家拢袂晓讲啊，好好讲讲一句，就是一个习惯啊。不过我真欢喜说，阮厝自较早到即马拢是。啥物代志是用台语讲的，所以我也要听，我也要讲。不过叫我写，我也是写不出来，因为台语字字较歹写。啊，差不多，因为较早阿祖嘛无教，啊，阮母也嘛袂晓写，所以讲写台语我可能袂晓。啊，听甲讲，迄拢会使啦。我嘛像拄啊，正个小姐讲的，即摆是台北要一个所在，会使听台语讲台语。但大家安尼足少的，你敢有看到豆豆啊？惯势开始甲伊台语安尼，伊台语一定会进步足紧，真正。就是我平常时的时阵，伊也无甲我讲台语的话，我就会甲伊讲话，因为。有时阵就是伊像伊同我讲的，如果假使讲阮平常时上课做听的时阵，然后下课的时阵，伊讲台语，我该改教，然后纠正，个感觉足忝的。而且因为台语的声调真正足侪，像伊同我在练身躯一直动，就是一直在练迄个迄种韵脚，就是伊开始学台语了，我较知，我嘛较开始知影讲台语有遐尼侪音，因为我从细汉就是。讲台语，所以我会感觉讲，这是做自然的代志。啊，伊抓着对音，我嘛感觉足奇怪，我唔知伊的困难伫倒位。啊，我爱人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互伊听，然后教伊家己抓着迄个音。啊，我感觉我是屏东人，所以台语也是做自然的。啊，不过就是嘛是对，像对幼稚园、国校、国中、勉强拢是。会甲同学讲台语，因为拢是同一个庄头的人嘛，所以就是拢是熟悉的人，所以就拢会讲台语。啊，到高中就较少啊。啊，佫有另外一个，我感觉最奇怪的问题是，阮爸爸是高雄人，啊，阮爸爸甲阿嬷拢是讲台语，啊，毋过阮转去高雄的时阵，遐个表哥、堂哥，伊拢讲国语。中文，我感觉足奇怪，自细汉就是安尼。啊，毋过阿叔阿姊咪拢是讲台语，所以会变成讲阿嬷会感觉讲，甲孙仔就是爱讲中文。所以阮过年过节回去的时阵，阿嬷就会直接教阮讲中文。所以我嘛感觉有一个奇怪，就是阿嬷竟然爱为着阮遮个孙仔袂晓讲中文去学台，去袂晓讲台语去学中文，所以我就会应阿嬷台语，所以然后伊还会用台语应我，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这样子都奇怪很凶。你就好，去变迄个对啦，你就去变。就是对啊，即摆就是讲，尤其啦，四五十岁，伊听到我甲阮囝甲人讲台语，已经听到阮在讲台语啊。啊，伊嘛是种话，伊讲啊，恁讲台语真好，啊，怎啊跪落来甲阮囝讲话讲。啊，弟弟你几岁啊？就是因拄着囡仔，伊已经无法度感觉，因就是把囡仔当作外国人，就是伊，囡仔完全在因的考虑内底，就是袂晓讲，袂晓讲台语的就对啊。对啊，这就是阮家己拄着的，就是安尼。啊，你要安怎甲因讲？伊就是无法度转个，啊，足困难。除非讲伊真正路，迄、那个你路的拄着人就免讲啊，伊就是转袂过来。你甲讲一百遍。就一百句内底，可能九十句是北京话。大家好。喂，大家好。为什么讲咱自细，囡仔自细汉的时，咱就爱甲伊讲台语吼？这是足重要代志。啊，拄大家嘛有讲到个声调这个物件，是这物件实在是足特殊的啦吼。迄陈峰伟老师讲，全世界。较少语言是安尼，声调的变化吼，遮尔复杂。
所以咱自细汉一定，囡仔自细汉的一定都爱甲伊讲台语吼。我即摆分享一个故事啊吼。你甲我讲，囝你车顶，迄、那个伊就咧路搞路讲要去对对对安尼啦吼。啊，我就驶车，我就驶往都同一个方向的迄、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室啦。啊，阮囝就甲我讲，妈妈，我毋是要来，咱毋是要去遐吗？我毋是要来搜狗呢，你来。甲我再来搜狗停车场安尼啦吼，我就讲对啊，因为遐无通停车，咱爱先来遮停车，等一下行过去啊。你误会啊，我吼我是真正要带你去迄个所在，我无甲你骗啦吼。啊，我讲我落来讲，啊你误会啊啦。伊随甲我应讲，妈妈，我误会呢，你来讲我误会。所以我即摆要分享一个，就是讲，即阵你有诶迄个声调诶迄个变异吼，伊全咧听出来。所以，啊，咱常常伫讲台语的人，咱是无疑个讲，即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咱因为咱台语就是要哪讲，就是较认真，主持人有伫讲的啦，所以无法度，无疑个讲，即伫迄个台语的初学者来讲，迄是一个足新鲜的代志，安尼就讲，妈妈，我误会啦，你来讲我误会，我是感觉讲哇，遮尼。即你即个细致的所在，你拢发现，所以我感觉讲，咱安那讲，咱有拍拼，有讲就有保庇啦吼。我感觉台语是安尼，啊，头拄仔有朋友讲着讲，台语还袂练转，真正无要生囝，我感觉这伤严重啊。即你就是吼，为着要生囝，你就来拍拼学台语，对无？你啊你，咱囡仔生出来了吼，两岁才要讲话，你搁你怀孕？搁有九个月，你搁有两年九个月，我都无算讲你安尼白富乌啦，因为吼，而且我是感觉讲，嘛是要感谢上啊，即摆少年啊啦吼，啊甲即摆台语的环境实在是愈来愈济啦。因为咱近近的，像我细汉小学的时，伫厝伫学校啊，啊袂记早迄个啥物彩色笔啊，伫词典啊是啥物物件还是？我录迄个公共电话啊，迄个尽说台语嘛吼，啊叫阮爸爸送彩色笔啦，送啊，我安尼敢若保密房，就讲边啊有人伫甲我监视无啊，因为伊会甲你记名字嘛，啊咱。迄天零用钱也是十块，五块好扣去，咱剩五块通用尔嘛吼。所以袂使互人名字去甲记起啊。啊，我看公共电话也是安，爸爸你教我，迄个送彩色笔啦，我袂记得。我爸爸就讲，较大声啦，你是惊啥？你讲实听无啦？谁人讲台语都爱遮细声啦？我讲。我觉得真的是咱即马回想是足悲哀啦。啊，加在我感觉迄个时代嘛是有像阮安尼心中遐强的人存活到现在啦，所以吼大家有信心啦。是因为因过安尼同温层的人较无做斗阵嘛，所以你会感觉讲足绝望的嘛。我是感觉讲袂啦，大家较乐观的啦吼，都甲生落，囝甲生落，因为你较。动力吼，甲台语学好啦，啊囡仔做伙耍啊，安尼讲你较袂像小仔，较袂练转的人，有呾带来，咱较会较练转的人，就甲讲啥安尼，甲囡仔做伙学啦。像足侪人是爱移民去美国对无？英语嘛足破的啊，啊甲囡仔做伙学啊，转来嘛就好讲，所以意思是同款的，是有没有？团体做伙学的问题，你单打独斗，语言吼，单打独斗吼是足无效率的啦。你爱团体做伙吼，一直去参加看东看西哦，影片也好啊，安尼册啊，像迄陈峰老师有发行迄个季刊嘛吼，迄个台语啥物，哎，个钱啊，看无眼睛啊，真去问啊。啊！你有通啊？一天看半篇啊？上尾，伊甲我翁甲我讲，伊家己安尼，因为我翁台语本来就足好个嘛，家己安尼无师自通，伊规篇看了，我感觉，迄就是你现在环境是愈来愈济啊，大家莫绝望啦。好，我是要安尼讲，感谢，谢谢。大家好。我叫做亚苏群，啊，我的台语嘛是真
真袂免转，因为自细汉，阮爸爸妈妈就拢甲我讲华语。啊，我今仔日来，就是想讲，即边因为就是讲，大家拢爱尽量讲台语，所以我想讲来遮会使加听一下，安尼我就较会晓。有一寡毋知影要安怎讲的词，就会使听着，啊，我以后就会使讲。我叫做阿天，天顶的天，蓝天天的名阿天。啊，我是自差不多十年前吼，我就开始伫台湾尽量咧讲台语。啊，无论咧对方是用台语言，还是用北京语言，我拢讲台语。啊，毋过我我可能是住海外啦。啊，住海外转来，迄较简单，心理上较简单啦。啊，我2009年转来才住两冬，住遮的时阵，颠倒就变较恶啊，较困难。心理上较简单的意思是，因为你着把家己当作你是外国人，做别人听无，你感觉忘记是讲即款感觉，还是讲？哦，嘛是较复杂啦。凡事是你。来到遮，你著靠四边的人吼同化去啦。啊，这四边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拄着青云人，爱讲迄个北京语的社会啦。啊，你住久，你著浸入这个环境吼，就较困难。啊，你若是自细汉住遮，啊，就更困难。所以讲，咱就是爱团结啦。那，愈济人咧。爱做才有效啊，啊，较简单，较有希望啦。阿天，你加讲一寡，你是你十年前，你本来嘛拢袂晓讲对无？对，我是17岁才开始咧学的，啊，阮厝里嘛无迄个讲台语的地，所以我是靠。所以怀念你有机会。十年了，你嘛在甲阿天讲。阿天，两天阿天。所以十年，啊，你安怎？迄阵安怎开始想要学台语这个物件？所以你都爱揣人讲拢北京话嘛？本来十七岁之前，蛮无需要。阮厝里迄四大人，爸母是讲北京话，不过阮阿公阿嬷因拢是唐山人，因讲因迄个故乡的话啦，也嘛是无同的话，不过。我就想讲，若准讲，迄阵啊，阮兜的人吼，若准讲是，亲像移民去到香港遐的上海人，吼，因移民去香港了，因就在地化，因迄个第三代的孙，上海话有诶会晓，有诶未晓，啊，毋过广东话是绝对会晓的，对无？啊，这嘛是四九人吼。来到台湾，迄才是正常的，正常的情形嘛。所以，伫正常的情形之下，我咧想，阮家四九人照讲是爱讲台语啦。哦，这才是，社会人的社会正常的发展是安尼啦。啊，搁有就是我本地对语言有兴趣啦，啊嘛感觉台语真好听，安尼就。17岁就聊来啦，我嘛是靠罗马字来学的，所以我是先学台文，才学台语。我就亲像真侪台湾人学英语是安尼学的啊，所以讲，会晓记7000-8000的迄个单词啊，啊，毋过袂晓讲啊。我较早嘛是安尼，我较早嘛是台语的单词，我学的捌足侪，啊，毋过袂晓听，袂晓讲。啊，所以这有心理的战术真重要。是安怎外人人，你来到遮两三冬就哇，讲个较赢我，对无？这个是心理啊。四九人因拢讲我无机会啊，我因住台湾出世大汉，
二十吨、三十吨、四五十吨，唔讲我无机会，啊，不过迄华南人拿到只两三吨，写写着。所以这心理的战术啦，社会的战术啦，拢足重要的。啊，你本来干呐看甲写，啊后来讲话你安怎练？哦，讲话是安怎练呢？我这心理的战术足重要的，所以讲我2003年、2001年迄阵来到台湾，特别是伫北部啦，有一个足大问题是，我甲人讲台语哦。因甲我嫌啦，因都普通时，因就是随著甲伊讲话语，哦，啊，若无因就讲，哦，你讲话我听，毋过有腔呢，啊，我感觉哦，这当然嘛有腔啊，啊无是变安怎，所以讲，我有一届就，2003年，我有一届去个泰国，去泰国一礼拜，啊，我就。佫走去槟榔树伫马来西亚北边，我泰国个店，啊，迄个槟榔树即个所在有两个共同语啦，有一个是马来语，有一个是福建语，哦啊，所以讲我伫遐行一条，我咧坐车入迄个槟榔树个时哦，司机甲边一个阿伯边个讲话，我想这语言。听到含台语足像的，啊，毋过嘛差足济啊。我问了才知，因是咧讲福建话啦。啊，这福建话，因所谓福建话吼，就是闽南语啦，就是台语啦。啊，毋过有偏差，啊，毋过因社会上，因咧存2003年吼，因伫因个社会上，你若是生做即款个面。伊出去外口拄到所谓当人啦，就是吉纳人啦，变来甲伊讲福建话啊。这个是呢，默认设定，即摆已经变啦。即摆已经变做是北京语啦。十三单啊，已经变啦。啊，迄阵我去踅街啊，行入去一间迄个百货公司，有一个，我迄阵二十四岁啊，有一个。十外岁员工，伊惊算了，我要找啥物？我咧想看，伫台湾这是无可能的，特别是伫北部啦，伊无可能一个比我较少年的员工，看到一个二十外岁人讲你找啥物？你找啥物？迄无可能啊！佫有一间我要去问路，我甲人讲英语，伊问我。用英语问我，歹势，你敢会晓讲中国话？我就讲，会晓讲福建。伊就讲，哦，好，伊就用福建话解释，解释。我就，哦，啊，佫有一间伫迄个，因有一个景点啦，叫做江达康塔塔，就是环秀六十站，会使看规个槟榔树的迄个景致啦。啊，我伫迄顶边，因有。幼稚园的班哦，去遐咧佚佗，啊，迄囡仔拢讲福建话哦，所以迄是十三年前的槟榔树，因个囡仔拢自然咧讲福建话。所以你的台语是住喺槟榔树。哦，对，这个是重点，因为我伫迄个环境哦，我伫迄阵伫台北哦，我咧讲台语的时候，感觉足迄个。真惊歹势啦，因为佫讲袂好势，啊了佫，佫咧违反迄个社会的设定啊，对无？啊，伫遐上少是无咧违反社会的设定啊，因为伫遐讲福建语是上自然的啊，嘛无咧，无人会讲，哦，你讲话有腔咧，因为因伫因遐吼，因咧讲。虽然讲，伊拢讲福建语，啊，不过大部分，反正有一半的人，伊嘛是厝面是讲白种话啊，什么，广东话啊，潮州话，啊，不过因，出来外口就讲福建，所以这就是因社会设定无同，
让我会使开始咧讲话。啊，我转来的时，我转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婚姻人，伊嘛是算是我我的一个台语先生啦。啊，伊就甲我讲，唔知是安怎，你最近正式开始咧讲台语啊？我咧想法，但是就是心理上啦，有即款的建设啦，因为你若要讲一个语言，你爱有迄个语言的即、這个安怎讲？爱建立一个新的即、這个persona， 一个新的即、這个一个新的表面。哦，所以我伫台北哦，就是无法度建立即个新的表面啦，因为你讲。变回人，出去外口啉酒啊，是安怎？因当中来讲，北京里，伫大部分的街站嘛，迄阵，所以讲无即个机会，啊，伫遐就有啊，啊，嘛是讲一定爱去海外啦，毋过，若总讲伫遮嘛是爱想办法吼，来。创作这个，创作你的这个标兵。嗯，对啊，就是有人讲，咱即摆要学台语，敢咪是爱去外国学啊？因为台语在台湾无环境。啊，但听你即摆来讲，槟榔树，槟榔树，即摆遐嘛无环境啊，嘛要变北京话去啊。变即摆遐，即摆是，渐渐在变。所以讲，遐凡事咯，参像十年前的台南。嗯。啊，佫有一个城市，叫做内丹，是伫印尼啦。因伫印尼无机会通学迄个北京语啊。啊，颠倒因为安尼，因伫遐的当人，因拢讲福建语，因拢还袂改。所以，迄凡事是目前，喂，大家好，我叫老小华，我讲台语嘛无认得，甲你同款，对幼稚园开始拢无咧讲，啊，阮妈妈是客家，阮爸爸是讲台语的，啊，阮妈妈拢无教我讲客家语，啊，即摆我要教伊呐讲台语的时阵。伊就讲，伊若无甲伊讲客家语，我就讲我就袂晓讲啊，你也无教嘛，对吧？啊，我即马生一个囡仔吼，对两个月开始，啊，我甲含伊做伙学台语，讲台语安尼。一开始看到电话，袂晓讲电话，啊，想足久，嘿啊，啊，即马讲较会认得。啊，莫想讲，袂晓台语吼，甲细囝安尼啊，我嘛是慢慢仔学，才会讲较好认得。我是听有，但是足讲的，嘿啊，对啊。即摆我去公园啊，阿公阿嬷拢讲台语，但是。细汉的朋友讲台语的无，对，啊，公园有看护嘛，有一个竟然会晓讲客家语，我就惊着，嘿，我讲你哪会晓讲客家语？伊讲对啊，我就因为伊顾的阿嬷就会讲客家语，嘿，啊，连看护拢会晓讲台语、客家语，啊，咱住伫台湾的人竟然拢袂晓讲。哎，那就足见笑的。啊，其实我甲阮后生，讲台语是看迄抖，吴念真，吼，伊讲伊拍这抖上这片是，拍因爸爸，伊讲伊爸爸讲一个话嘛，
讲两个台湾人，哪生一个中国人出来？嘿啊！伊即句话我才教阮囡仔讲台语安尼，嘿，是安尼。即马囡仔偌大？囡仔一岁十个月，嘿，再去有出来，嘿，嘿。大家好，我姓王，就叫苏涵哦。苏上的苏，我三点最常用的啊。啊，就是我即马我台语嘛做陪练，但啊，毋过这就是讲为虾米会晓讲台语，是因为自细汉甲阿嬷、外嬷，就是拢讲台语。啊，这台语伫阮厝的嘛，敢若一变作甲阿嬷讲是讲全台语，啊，毋过甲爸爸妈妈讲，敢若就是一半一半，安尼。啊，就是细汉时阵，感觉伊嘛无啥，迄阵无要无紧，也是安怎？就是讲，敢若无差，两种拢讲，拢好安尼。啊，即马我嘛是即马才开始，我讲即马才开始去上课，去上迄个嘛是罗马字的课，啊，去学安怎迄个读，安怎写安尼。啊，就甲大家分享一下，讲我。写功课，要交功课，迄天吼压力足大诶。因为啊，我迄阵诶时阵，我就想讲，我莫作弊安尼啦，就是莫查安尼啦。啊，就是我著莫偷食包，啊，我著直接讲甲拍，讲甲即字写出来、拍出来、吹出来安尼。啊，你若偷食包，一个字可能一分钟、半分钟就吹有啊。啊，毋过你若是讲要甲写甲出来，甲拍甲出来。你可能爱五分钟、六分钟，安尼一直吹、一直吹啊。啊，毋过迄个过程会当练出来，讲对。啊，就是即摆才你即个台语，感觉就是，我感觉啦，若伫咱个环境内底，咱若有熟悉个人，啊，大家会当尽量讲着，着尽量讲即个语言，着尽量出现。嘿，那就讲你若会当做啥物代志，拢有机会你着甲切过来，就是全拢台语安尼做，啊讲台语的机会就变多啊，嘿，就是大家嘛会当参考一下安尼。大家好，我是怀宁，OK， 我甲秀雄是伊学台语的。同学，好，我感觉讲，一个语言毋只是工具尔，会使伊，母语是人权的一部分。一部分。所以，啊，你的母语是北京语，啊，你有啥物兴趣要学台语？我母语，应该是，福州话。啊福州话。所以恁咧厝话讲话是用北京话，福州话。